咱们妇科最常见的就是一个病人以这个阴道炎呐、盆腔炎呐、这个附件炎呐等等这个炎症来就诊啊。这个呢要区别一下，第一类呢我们讲这个像滴虫性的阴道炎啊，一般呢都是以中医这一类列到带下病啊，列到带下就是白带，叫带下。那么呢像滴虫性阴道炎也一般都是以白带呢见豆腐渣样为主，然后伴有痒啊，特别痒啊。这个那这类呢中医呢分成两大类，都叫湿，就湿为主，但是一类是寒湿，一类是湿热。